我靠！啊，真的。什么东西啊？啊，里面钱还呢，能不能还？端起哎，哎，不够火大，不够火大。三十多好像。你啥还？停一下。好紧。好紧啊？要不要？要。妈妈，妈妈，你还要把我扛来学校？好紧。妈妈，姑姑留着还是蛮好紧。是不是啊？姑姑还没骗人。今天我九九也可以叫我九妈可，那远点。那九妈好好看，九九要不还捡回来，给我们两个带玩具。奶奶，我九九去个西湖，我把西湖取出，如果到人了，我要去个西湖。我要去个嘴漂亮的，如果到人了，我一个妹妹。那人超级好喜欢，我不要去，我去西湖。那姥姥要跟姐姐买冰淇淋去。我等到了我还不是会买冰淇淋去。我跟我奶奶买才对。妹妹，我当爸爸，我想当那个擎天柱。我当爸爸，我要当一位粉丝的。我也去播的。走，我们回去吧。姑姑，姑姑，姑姑，我们去买火粉就走了。拜拜，姑姑。小姑妈，拜拜。姑姑，我们去买火粉就走了，拜拜。姑姑，姑姑，哇，你听不到我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在走包子。我在走包子，啷个哇？一块回去，我每次收包子你都要去。哇，我给找包子，我不等你，我不等你。好，你我找烩面，你们给我搞。我去拿东西了。好的，过来把烩面倒一口子。好的。好。你别的能搞啊？好好好。你收包子是能瞒着不了我的个嫂子。你们真的是配合的好，母子配合的好。你我把那东西拿过去。肉啊。肉啊，姑姑你帮我洗手洗不洗？哎呀，你搞他就快帮忙搞事，搞完了我们再洗，手忙。你不给我洗吗？脸麻上来。脸麻上来，还有悄悄话说呀。嗯。说真的，哎，小子，你今天想吃好大个馒头啊？好大一个。好大一个有好大。比你还大些。比我还大些？你说的啥那么夸张哦？对呀，我跟你干掉你跟我玩玩啊。行，你敢大一点。好漂亮的一个大包子吧，猪猪你想不想捡？跟你捡，跟你捡，跟你捡，起的。放开，我开。那我搞不起。哎，哎，他不起来。姑姑，你帮忙抬。好的。哎。抬起个凳子。你我的，我的，我还搞不起的，你认识？哎呀，放手，嫂子。快出来哟！哎，都是我喜欢吃的，想吃就吃。榴莲多得很，正好我们联合拼多多火龙给粉丝们补贴了整整1000颗榴莲，一块钱就能秒杀5斤重的大榴莲，果肉饱满，香甜软糯。嫂子，吃榴莲。好的。嗯，好的。确实，直接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抢，链接在，库存就还有。嫂子，等下姑姑给你放冰箱里冷藏一下，等下吃比冰淇淋还好吃，好不好？那我给你放冰箱里去，好吧？嗯。这包子也快来好，我去看看了。哦。奶奶，开一下火呀！开一下火呀！哎呦。爸，我包子好好吃。你弄弄哪些？好。奶妈，给点哥包子，我把这筷子干嘛？嗯。你的乖宝宝大家。我是我的乖宝宝了。哦，我的乖宝宝。给。姑姑，你给我放进去。啊？我给你去。那你的啊，你给我给你去。谢谢，不用谢。姑姑姐做的包子你不吃啊？能不能？我喜欢，我喜欢自己馒头。那你自己做的馒头已经被我们吃完了。吃完了，我回去自己买块钱。你给我做的时候把那几个带去做吧。姑姑姐想做的那几个问看不上。我给你拿货。我们来帮忙。我们来帮忙。我来帮忙呀。我来帮兔子。
不担心不喝，那啥，等下桌子上。